哪些名人生日是在3月18日呢？1782年，约翰·卡德威尔·欧卡霍恩，美国政治人物，曾任美国第七任副总统。1837年，格罗弗·克里夫兰，美国政治家，第22、24任美国总统。1847年，威廉·奥康奈尔·布拉德利，美国政治家，曾任肯塔基州州长、联邦参议员。1858年，鲁道夫·迪塞尔，德国工程师，柴油发动机的发明者。1928年，菲德尔·罗尔迪斯·罗穆斯，菲律宾政治人物，第12任菲律宾总统。1952年，萨洛梅·祖拉比·神维利，乔治亚政治人物，现任乔治亚总统。1958年，冯小刚，中国大陆导演。1966年，蔡幸娟，台湾歌手。1968年，胡军，中国大陆演员。1976年，范玮琪，台湾歌手。1978年，布莱恩·斯卡拉·布莱恩，前 NBA 职业篮球员。1982年，谢坤达，台湾艺人。1982年，提姆·格洛克，德国 F1 赛车手。1983年，安迪·索纳斯汀，美国棒球选手。1996年，王以伦，台湾男子偶像团体 Special 成员。1996年，朱正廷，月华妻子队长，中国大陆男子偶像团体 9% 成员。2004年，李在熙，韩国女子偶像团体 Weekly 成员。